刚刚老师，如果您在录影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您看我这样在录影，您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我们这个图示有没有被缩到这里来？那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不方便一点？可不可以把它显示在外面？老师知道怎么做吗？平常都是自定的哦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这样，人性化一点，按着它，叫它来外面。对，是的。他也会来外面，好吗？这样你就不用再多拉一次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这样出来了？好、哦，所以这样你总是会找到他嘛。这样 OK 吗？可以好、哦，那我就点到他，好，停。